班主任要点名无？咱即马几期来拢变得愈来愈少年。对，较早看拢头毛白遮济，啊，今仔看敢今仔看较少啊，啊，愈来愈进步。咱2014年哦，拢变作哦，好不好？啊，白拢有智慧的啦，白拢较早将两三年啊，像我这都头毛拢白去啊。啊，我较早是伫迄另外一栋到咯，迄五楼。我会记得阵两三年前坐伫，哇，最占我的位置最年轻这两位。好，两年前我也是赶快拢经过这个程序。好，啊，咱爱学西方迄民主国家还是科学国家哈，注重这个程序。好，英语就 procedure。啊，咱学中国文化哈，拢较不注重程序，拢看人面无看图面。好，咱爱恢复迄款的，迄个款种科学啊，是讲的法律，就是要照步行。好，莫话迄款安尼轻轻彩彩讲啊，用话讲就好啊。好，这无算数。啊，我今日来哈。先大家做一下介绍一下，我这边阿亮，啊，来咱问小孩子，看到没有被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洗脑的人，这台语边阿亮，哈，台语，啊，台语叫做李丽啊，哈，好，该听听的了哈，这阿亮，这Tim啦哈 ，Tim 啦哈 ，Tim， 啊，佫一个是 Kim 嘛，青菜蛋的青哈，这 Tim， 啊。英语名是李丽，啊，你若看《苹果日报》，看迄个《自由时报》哈，大概因的社论出来，我大概每天我要去上班以前，我拢会看因的报纸。好，我看咱台湾人爱学哈，尤其咱台湾民政府，早上起来无代志哈，唔能只想要等上班尔，较早起来紧上网去看有什么新资料。比如讲今仔日漳州日上重要，台湾上重要是因迄个流亡政府，迄、那个国民党政府从。要回来接他们的国安会，啊，这咱台湾民政府秘书长很久以前就提出来了，大概就知道，就是说大概美国一边弄通知，为什么要接国安会？既然讲到安，就是说因他们这个流亡政府准备要结束了，到最后要锁定安全。好，啊，恁等下哈是下课啊，还是因恁有时间上网去看，那篇，自由时报伊从国外特派记者翻译回来，啊，你来看。是按那国安秘书长要由金虎聪来接任，啊，金虎聪是一年前，彭派去美国，啊，上个派去，有人要回答，上个派去，对，是美国叫伊去，恁就是甲金虎聪同款，美国叫恁来遮训练，金虎聪伊去啊训练一年以后，伊才知影讲美国重回亚洲再平衡的政策伊要做啥。无因即阵吼，戆中国人较要想讲，啊，我都要甲台湾弄转中国，有无？啊，咱台湾人戆戆，我叫骗讲，啊，即马吼，马英九因的集团吼，即政府拢对咱台湾好像拢无要管啊，经济啥拢互你摆了了，食啥食大同让恁食，啊，什么什么较早6000的，讲啊，选一个总统出来，哪会作案呢？敢是讲恁家庭换手的人讲，啊，你计划叫伊做案，叫伊换手，安家庭哪换袂好？哇，咱即马所有的媒体拢伫骂伊嘛，包括咱也拢伫骂伊嘛。不过我甲恁解脱一下，伊是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去算伊出来是拿中华民国身份证选出来，伊毋是台湾的总统，所以你不能站在台湾人来骂他。哦，伊甲你无关系。除非你嘛跟我讲说你承认你是中国人，你说你不是，你是中华民国国民，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哦，当然我也解释，诶，咱莫用汉字来看，咱用英文来看，才知影清楚迄个结构性，迄个文化结构性，无咱讲哦。校园民进党个讲，唔是，咱中华民国四字，啊，中国两字，咱介无共讲，一边一个，啊，甲骗骗去。咱遮种拢少年，我拢乌头毛哦。有过简单的数理，还是英文文化的人，用英语看共款。中华民国不管他用汉字缩写，咱用英文来看，伊是 Republic of China。Of China 是什么意思 ？Of 中国嘛，他是逃亡来这边啦，啊，不小心。很不幸，我们被他管了68年了。啊，咱台湾去有洗脑，也变讲咱个共国，人怎啊要给关灯？啊，美国无要紧，美国袂给你、安心啦，要关到在以前的基辛格还是尼克森都给你关过啊，这样阵就袂成功了。那个当这样阵我倒成功。好，我这该说过哈，啊，这我即马是伫台北州，阮当规划厅长，另外是中央事务局这边。啊，后摆恁家拢一家受训过，经过这个法理程序，那个考核过都会当成台湾哦，不是台湾民政府，台湾很重要的
重要的人才，哈、哦，我卖讲干部啦，重要的人才就是要甲我拄啊讲台湾，较早从占了68年来，这内底迄个是是非非，哈、哦，挂一次台风全部把它挂掉，啊，把它送回他们西方去，哈、哦，咱都来留着，就是咱大日本帝国、日本皇帝当阵68年是一战败，无法度甲咱请赢，互咱去用占了68年。咱即摆家己爱有安尼感觉，如果你也无安尼感觉吼，你看到读啊，我啊读册拢无效啦。你读律师、读会计师、读什么政治家，都是在这个流亡体制里面在奋斗。我看在周围里面的亲戚朋友或是同学，很多都是像跟我一样，跟你们一样都是高学历的硕士、博士。你看他们现在没有工作做，没有，很多人很糟糕，在家里啃，已经40-50岁了，都啃爸爸妈妈70-80岁的啃老族。他不奋斗吗？这些青年不奋斗吗？很奋斗啊！他是从像这样国小国中的时候一直在念书的，波波摸摸 A B C D S 加 Y 等多少，哇，就拼呢，拼第一名、第二名。你看他到民政府来拼到最前面来啊！你看，啊，到最后呢，你在中央体制下，你昏死的啦，对不？让上面随便位置的卡字就叫你下面的扣扣中，对不？好，啊，这我是我自我介绍哈。哦，以这个这新的系统比较看麻烦。这款咱看咱台湾。啊，咱受中国文化影响吼，拢无学西方科学。咱看咱台湾，大部分都拢看啊，阮厝有钱无，阮翁水，阮某有水，搁看这呢。人外国看是，你讲从外太空，还是从迄个微观来看台湾，来看你自己，你才知道你的定位，你的定位伫倒位啊。啊，不然即摆中国文化甲你教，感觉讲哦，我要甲人拼，要甲人拼，我面子拢甲你拼在伊啊，拼个，输了了个，规块地拢输了了，但拼个呢，因为从少年拼个头毛拢白啊，你看。咱台湾民政府这边遮济拢。较要来遮拢靠干，讲伊安30-40岁甲人拼到70-80岁啊，无希望就无希望，因为方向唔对的嘛。好，拄好你有看，迄荧幕上迄是从人家 Google 从外太空来看咱台湾，咱台湾受训的教育拢无这款观念的，所以你很容易被人家把你左右，民进党把你拉去说爱拼在赢啊，2300万决定，那就可以被推脱。啊，你唔知讲你台湾是在外太空里面，亚洲或是地球板块里面哪一块啊？哦、你要怎样独立？你不要你画送啊！讲咱两个暗时啊，报社会阿妈仔都变成阿某，啊，后日就生一个囝，变成天才，我搞骗骗去。哦，我恁台湾的想法，或者是今天回去签那个乐透奖，就要中2亿、3亿。哦，这你给那几家先现场操作看难。哦，这互你了解讲。按下一个键，好，你改点入去。
今日拜托个啦，去种树啊啦，啊，你也袂晓种种，恁囝恁孙去种嘛，种一丛树啊，袂晓啊，啊，种你就知影你爱护地球，你爱护地球，你就爱护台湾。哦，佮另外即、這个，我就是要讲我的专业，我本业哈，本业我是从事证券分析，啊，我唔是分析，我现在是做账官。啊，股市操盘人，你们现在买基金那个只是操盘人帮你操，那个我是操盘人的老板。哈，啊，我头脑要很清楚，我别去什么什么操盘，说被操盘人掏空了，跑到香港去了。那台湾现在经常政府要一起掏空，就是全部都怪给那个操盘人，故意掏空了啦，他们故意的，有没有？不是五大基金很多都这五年来，我十年前就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外换给外面操客，外面操为什么？你们都没有想到。没有讲，你没有，他给你借口讲，我靠超的哈，还得讲每年最少15%嘛，啊，政府自己超啊，那3%那比放利息还低，哇，在台湾人就说，哦，对对对，那这样好，立法院就通过了，结果人家套好了，就整个你五大基金，你看他现在给你讲，都未来都要破产了，入不敷出了，为什么？能你的电给掏空，掏空你他妈到用个借口讲，啊，对，那个操盘人不孝。操盘人跟我一样长得很英俊、啊、怎么不笑？他不会掏空了，他套招起了，牺牲你一下名利，就如同在其他行业也是一样，像那个陈友好、王佑珍都是同模式，牺牲他们一下，钱都掏出去。啊，那个啥人？去年那个啥？刘亦如赖素如跟那个林义士，你看都是一样的。啊，那台湾你看，你们缴税，我们辛苦缴税，都养那一群人，真的。哎，看那好，哎，这西方国家无可能这款代志发生，那可能你缴税啊，政府掏空来代讲，啊，这么多讲，改别讲，啊，无算民进党，伊用改骗的啊，民进党赶快，你跟国民党拢共消音的，都是他们兄弟啊，那种蒋经国成立了，你要相信民进党，改你换做红阿头，换成台湾人去做，去华工公司就讲变做，去工公司叫恁台湾人，有安尼哦，恁大陆你控制假头了，改恁请台湾人入去做总经理，总经理啊，讲一间公司就是台湾人。啊，就他台湾人来的，这他加手要加这做国这公司要加公司章程来，这管理制度要改，要让改上红来关，上了红来关，有啦，上红来关，上红来关，关五年啊，都唔知恁汉阵几期间呢，吼，无伊会死啊呢，对啊，先红关，有人要回答，先红关，系啊，他不是被陈水扁关啦，陈水扁是什么原因红关？关到咱五六年17号来，甲台湾人拢对伊拢唔知影，阁是陈水扁在，直到有时候他也变成三岁小孩的智慧。你看咱台湾人拢安尼，你看不探讨原因，人出来甲你讲者，哦，我支持伊哦，看头晕咯，哦，伊互咱台湾后摆幸福美满啊，同时白雪公主跟那个什么什么，啊，再上两个官，啊，两个官即马你拢无报啊，先上两个官。对哦。啊！你即摆伊歪有你这台湾人啊，太清楚。他讲啊，他就贪污，陈世仁最贪，他是不是贪污？贪得比他，美国关他了。美国当然不可能，董事长你关员工，哪有董事长自己来抓员工去关？因为叫总经理或者主管去抓人关了、啊。佐利克来的美国的副国务卿，2014年就讲啊嘛，台独代表战争嘛。啊，你还跟你这个小台湾已经被他占领，68年前被他占领，还跟你发生战争？我们刚说你老婆已经被你娶了，你还每天跟他发生战争，那有可能？你还乖嘛？乖当然不可能。美国说董事长来找小员工去关，一定找那个总经理或是那个部门的主管，你给他用什么借口？给他乖，乖嘛？乖安在之后，那台湾人都失去方向。不过有个下任中华民国总统以后，影响力很大，因为你给他剩什么？我也剩。台湾那个民进党剩下的人才只有陈水扁，其他人都是国财。哎呀，各位落台哈，伊无总统这个 A 势力，没有宪法 A 势力，伊就到台北中人到处去串场，哇！大家台湾人又变啊，国国势啊，国势个势了唔对，唔对，你台美国要甲你弄恁，要互恁安那，你阁唔知啊？讲我们要独立，啊，我们2300万的西腰料也，所以蒋经国较厉害哈，弄一个台湾人全部到那家公司假头路，讲那家公司就咱台湾人诶，哇！咱这么少年，大拢咧假头路嘛。迄刀、迄领导吼，恁的部、迄部门拢领导去食，无可能迄个公司恁下啦。吼、哦，这简单啊，台湾人想袂通啊。好、哦，我话大家，这是我从事证券，啊，你看得到这是为只胖存那边要写大去，都甲你讲啊，要那买股票啊。啊，这是华理的，解救台湾靠脑力革命的就华理嘛。我都要听，就是咱基本面
股市内底投资要选一个标的，要选一个安那达，要选一个行业，要投资哪个产业？啊，你现在在台湾的政治，你要选哪一个？也是靠这种模式啊。所以这个不是股市，这个就是讲咱较早英国有人用过迄酒楼啊，有无？我讲咱的沙漏啦，沙漏到最后不是筛选最好的东西出来一样，它是一层一层筛选，到最后滴出来这两滴很精华。啊，这个是你也秒了。买的标的同样啊，在台湾已经68年，大家哈，民进党、国民党什么党什么派拢拢安尼去弄过，拢去投资过，靠边讲，想想好像台湾民政府这两滴比较好，就是这样逻辑下来。啊，我这边用股票理论，这里 make the macro 就是大家在大专有学过，就是总体经济大环境啊，世界或者是台湾或者是区域性的总体 macro， 那你要筛选是怎样？在这个环境下，哪一个产业 industry，I 是 industry， 哪一个产业？比如说你要买台塑、台积电还是华硕的，啊，是哪个行业在那个国家景气、企业景气 ？C company， 在这个产业里面，台积电还是 Acer 啊 company 啊这个啊这个，毕竟前面 MIC 都是属于基本面的，讲那个公司经营的获利能力，到最后你要跟股票挂钩，叫 S stock。不过这两个市场就比较，股票归股票，跟那家公司生产产品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说中间要透过股价把它筛选过来。啊，你股价现在是不是太高太低？你作为这样的比较以后，你就应该变成一个标的，放在这边。台湾民政府大家会来选，是不是会来参加？是不是也是这个模式？嚯，经过一直比较的，骗从诈骗集团，然后来一想不对，啊，后来嗯这个讲了真真的，不止秘书长讲了，连那个。政球还讲了遮准的，你无进来，要输人，输人唔输阵啊！台湾人上惊惊，输人唔输阵啊！对不对？啊，输啊对嘛，输人唔输阵嘛！你输好我，我跟人输到尾啊！台湾2300万、1800万，你拢输伊啊！你做咩啊？讲啊，我承认我要来接受台湾民政，迄款歪啊！迄款到尾啊，后知后觉，错知错觉，又这种，全世界满山满谷用它干嘛？啊，啊，这些逻辑一样啊！你们俩讲，我加股票。跟台湾，你选台湾的，我怎么过一个礼拜，元宵节晚会发表一批，有一档股票比台积电更好的潜力股，你知道我讲哪只？啊，对对，台湾民政府，都 T 开头的，啊，台湾台积电哦，15年前、30年前那个，大家我讲一个例子啊，飞利浦技术赞助，让主那台湾技术很大，啊，美国由飞利浦指导，飞利浦来，但是飞利浦不出钱，他就出技术，啊，认股换股。结果他15年后卖完了300倍，几乎换算成股本啊，那股都免费的送给飞利浦，300倍的，轻轻松松啊！什么？伊什么？刚我拄到伊内底较早投资人讲，哇，上差别，像伊像阵飞利浦大部分整个清仓出去，把台积电卖出去，50-60块而已。现在如果不卖，现在100多块。你看，这都是一个人对华理对这个。产都要攻击的，包括你对政治也一样，你压对压不对，你压对的话无忧无虑，台湾人你免去烦恼，讲我即马要娶某，要嫁人爱有厝，啊要受教育读到大学要职，即马即拢互咱台湾家己家庭去负责嘛，所以大家咱负责家咧吼，爱给教母，啊培养出来人也无多去竞争，啊把这拢免负责，你看北欧俄罗斯人家这些。吃喝拉撒睡，根本你家庭不用烦恼嘛？大家你上班讲恁赚无薪水，有无？我在上班讲恁赚无薪水，董事长跟董事长才酷型的，拢无恁薪水，吼恁安尼摇晃晃。咱即马台湾即马就经常是安尼啊，迄政府无要来管啊，啊你应该来迄阵人哦，食到肥肥肥啊！啊，不管民进党、国民党，经过刚开始都按3-2-8吼，即马大家拢肥肥肥啊！你看蔡英文、李秀莲，你看肥肥肥，哪个肥的什么原因？毋是发相啦。就是讲吼，每工伊个代志拢遮 easy 吼，大家拢来甲讲话，啊，请伊食，讲好，叫伊来讲几啊句，啊，讲几句拢遮简单个啊，啊，安尼啊，祝你百年和好，啊，台湾一定执政，嘛，一定会独立，啊，就吼，台湾，安尼讲吼，安尼吼，钱就他就，啊，养山猪小猪嘞，恁大家拢去搭钱嘛，卖鸦片，大家无去养小猪，有的代表说，这个不是蔡英文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脑筋，因为我今天讲是脑内革命啊。脑内革命才能解决台湾的问题。那跳掉，你这没得话。好，按我这边跳一次的，因为电脑没电，我是没得。你的国家是什么国家？
我意思不是说你有国家，我不是说问你有国家，问你是什么，所以我现在问你说，啊、你这么口人，啊，你什么人？你我找波人，找波人啊，南部人，不是讲你一直讲说你是国家，你的国家是什么国家啦？啊，我讲啦，你拢去哦，迄个跟孙悟空内底迄个佛祖甲迄金箍咒把你锁定了，你不要相信，你每一个人身份证哦，你出来看，写内底写啥？中华民国。所以你们是中华民国国民，没有错吧？你们结婚去登票、去假头路、去报户口，都是用这地方。所以你们自己用行动已经确定，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们已经确定你是中华民国国民。中华民国英文字叫 Republic of China， 所以你是中国人。啊，你别甲讲我国民民进都讲黑用中国，啊，咱这边中华民国四个字不一样，啊，你甲骗骗去。啊，你若讲相信他，你代表讲你比民进党那一票人还白目，怪不得。你会被他们欺负，人家吃到肥肥肥，啊，你们大家吃到三斤肉肉。一四个字，中华民国后面有一个国，所以是国家，啊，中国后面有一个国。我的家里面是宠物叫做李大狗，也是一个国家吗？国家成立好像一家公司，一个家庭成立，必须要有法律程序的，要有严肃的。我看前面几个老师都有讲过嘛，这最基本的咧。啊，咱台湾人，你头脑拢无去怀疑啊，就是因为咱互逼。艰苦，所以人有出来甲讲一句好话，你就甲做个阿公阿爸一样，啊，唔知人迄比比甲你害啊，愈较严重。所以问题慢去怪别人，怪咱家己闹。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要脑内革命啊，脑内革命唔是讲你出来抬挂挂，其实也丢了。这少年代拢用电脑嘛，好、啊，这两位小朋友，你们用电脑嘛哈？啊，电脑发现说越来越慢，他就跑不出，你是不是要换程式升级嘛哈？啊一样啊，人脑也是一样啊。啊，现在大家在做华丽，就是把电脑程式升级嘛。好，比如你用作业系统，就把它升到现在 Win 八嘛哈。假设一般微软是 Win 八，你还用 Win 的什么什么哇？那已经跟不上了，你还用民进党那一票，你稳死了。啊，应用程式也像你像假设你办公室啊，去恁厝啊，去你底下用的那个 Win 输出，你假设用微软的，啊，微软现在不知道。Win 多少了？你还在 Win 2003的那 Win 系啊？啊，你讲你加钱去那么一干活，加班哈、啊，当秘书啊，当什么企划，搞老半天，这个生命都浪费在那边。结果两年以后，那家公司垮掉了。好，这个一个逻辑很重要，就是说你那个脑一定要清楚你自己的，别人给你的。刚才用那个 Google 的定位在哪里要弄？现在台湾人就对所处在定位不清楚，所以很容易目目熟，看人和你。一稻草你就抓了，好不？我讲像春天搞哈，咱俗语就讲一月小鸟，二月小狗，三月搞小人，好不？你一月都是看鸟乌白走啊，啊平时鸟只斯文的吧哈，啊一月花钱啊，啊都乌白走，咣咣叫，啊二月小狗，啊你不相信，你搁规工啊看狗啊规阵啊，你那里为了啥？啊三月搞小人，啊女孩子都唔惊，爱水唔惊流鼻水。啊，这就是由迄个动物的本能来控制，啊，没办法发挥那个头脑。你头脑理智的话，就这方面就会 handle。你的国家是什么国家？前面老师拢有讲过啊，迄个美国的副国务卿佐利克，啊是迄个鲍威尔，啊是另外一个叫做迄个韦德林，就亚太区的安全主任，大概四五十岁哦，迄阵在2008、2004的时候，拢跳出来讲啊！啊，你若无跳出来讲，啊，俄罗斯若无跳出来讲，啊，因美国人拢跳出来讲，啊，代表你也知道啊。干脆你要娶一个查某，嗯，人因老爸老母跳出来讲啊，啊，你唔知啊，迄代表都因老爸老母人有权利嘛，啊，是讲伊是因接母嘛，啊，边啊人无跳出来讲，人咧就是无权利嘛，啊，台湾人听无咧。啊，就是因为咱个从小受信以后，认为说你现在考虑的影响，你认为讲会影响到你的变数，都是这个媒体给你的。啊，每次人讲，嘿，佐利克讲讲，你台湾独立就代表战争，啊，你个想讲啊，战争啊，中国要打你，啊，这毋是安那想的？人讲战争，啊，你就想到中国，哎，这奇怪，迄是自业自反，你从小被告示这样说，从小都给你媒体了，都跟中国啊，所以就。不是啦，美国要打你啦，但是我都要讲美国那么大国家打你小台湾，那六十八年就打过，把天龙打得那个稀哗啦的，还要打你、啊、不用打了，稍微下一个命令就可以把你们全部改造了。现在不是下命令了吗？不把金虎冲叫 KB 国受信
一年，把马英九叫他乖乖的，你好好给我当一个台湾当局的代表人，不是中华民国总统，没有中华民国，也没有台湾总统，按身份地位，这个 总经理被董事会叫去落正，说你要扮演好你的总经理职务了，不是给我搞 董事长，你给我讲说那台湾是中国，中国是什么？啊，民进党那是边啊，那边差别。好，当然我这样讲，你们大家很多对民进党都好，我也体谅了哈。好，对以前都付出很多了，好，都付出很多，当然，但是那个不要因为那个人，我们相信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事，是因为华丽，不是那个人，对不对？西方都这样啊，你这个人表面功夫像中国那表面功夫糟糕，你跟着人走，像我经常举个例，国怎么知道他主人是好人坏人？我那在那我起过告嘛，好不好？那罗马起告啊，告一定要知讲，因主人是罗马，唔知啊。讲有华家都我阿爸、我公啊，咱敢对？啊，咱台湾变成安尼咧？我有华十八趴，华退休我多少？你讲我退休俸七八万啊，我这无叫阿爸，叫阿公，未叫上叫阿爸，叫阿公。啊，你民政府这华丽，我都做我阿公做阿爸。啊，你看逻辑脑部就是安尼。西方不会啦，西方不是每个人不会，是大部分人的母体总统计学母体里面，大部分人家是汉奴，因为单一宗教价值观比较确定。啊，阿咱台湾人哦，家己无得指定，恁脑没办法指定，就去求神拜佛。年头都讲要中奖的，要去求神拜佛，就真奇怪啊！嘿，啊，脑部只知道当仓库。我先讲，我们台湾的脑，大部分人拿着好像电脑里面当成啥呢？吸草、低草。啊，吸草、低草，你知道？我们脑不能让拿去当吸草、低草去储存哦，要当成那个逻辑板运算，或是像生产线一样，不能当成仓库而已啊。当仓库糟糕，人家给你塞东西，仓库里面东西放进去，你就卖不出去啊，就没有办法。你这不死，你这变成生产线或是电脑逻辑板，你不能只是当吸草储存东西这样而已，你要变成逻辑运算那个逻辑 IC， 你才知道要判起来。好，那在打仗中要变成训练。像仓库啊，放东西像啄木鸟哈，把外面东西搬回家，搬到回家也不晓得干嘛，很爽。钱赚那么多，放在家里边没有用，留给后代，后代在那边争钱夺利，对不对？好，这外公友包威尔讲哈 ，Nation 哈，台湾 does not enjoy the sovereignty， 没有享受主权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没有灵魂就不是人，灵魂就好像 sovereignty 一样。啊，红色的 nation 啊，啊，所以他现在美国政策到现在都没有变，从68年前旧金山合约签到现在都没有变，都没有变，是我们台湾人被流亡政府、民进党搞乱七八糟，什么国家未定论，什么未定论，没有什么未定论不定论，现在定论就美国占领、日本天皇所有，直到最后这个好像一个女孩子要嫁给夫家是哪一方还没有决定而已，但是现在这个女孩子现在身份地位都是在我娘家了，啊，这么给我们讲的，安尼啦，就是华丽地位就是安尼啦。麦克爹相信什么地位未定，那是最终的归属。女孩子最终的归属被叫上，可能会离婚啊。现在是女孩子被人家美国占领，这日本天皇诶，较早就中国清朝清国呀，接受个小 baby， 啊，个奇奇大汉啊，迄种就奇蛇了，就在咱台湾个一个叫做新妇啊。日本天皇个奇大，一个大汉，18岁就杀一堆，变成新妇。啊，新妇变啊，就是家庭内底。有地位啊，啊那夭壽，这个皇帝刚战争才输，啊这个新妇才叫用掠扩起来，叫美国掠扩起来，啊美国更不敢干呐，伊讲人这有夫之妇，所以68年那么敢叮当啊，我政策都这样很清楚嘛，啊伊用敢叮当叫迄个垃圾鬼中国来落魔来这，甲咱这点台湾这查某人安尼欺负，啊你知无？用这比例听得很清楚了哈，好大家点头应该很清楚，啊华丽都是安尼，不用学那么多华丽都是。大清帝国向阵台湾是拓殖地，一个查某囡仔，哇，从比你较细汉那阵7、8岁啊，啊，恁大清皇帝来啊，讲你这看起来后摆无什么出团，挂挂好人，啊，日本皇帝就甲提出来摇啊摇啊摇，摇50几年嘛，啊，到最后讲哦，你18岁阁真水嘞，啊，都无列入我们的版图里面嘛，啊，实施迄个皇民化，各位参政权参，哦，你这查某囡仔拢有权利啊，啊，就变到因。天皇来对新妇啊嘛，杀这堆啊嘛，啊后来发生战争，哇，但是变年战争，诶，2万子弹落来，哎，买了2万子弹，我经常一个疑问哦，那我是大学是数学的，
研究所是管理科学啊，博士是在技术研究，所以我头脑我就管理。哎，假设那时候哈、啊，同盟国战败，要怎么办？你们想，同盟国战败，希特勒跟日本天皇跟那个墨索罗尼战赢的话，你还该给我讲开罗宣言？你们要问讲，假设当时哪是战败，你开罗宣言我看没有开罗，就是东京宣言，就是说你的中国跟那个什么美国全部都要解放，对不对？恁台湾个问你就知，哎，我说走去。好，我都要讲讲迄个鲍威尔讲的 nation 哈 ，nation 国家，换成汉字叫国家嘛。后面还有一个亚太地区的一个叫做韦德林，也亚太地区安全，他现在都还在，只是说不同一个人了、啊、那个职务还在。以供台湾呢、啊，或是 republic， 或是就算是台湾，或是中华民国，目前都不是一个 state 的层级比 nation 更高。啊 ，nation 比 country 更高 ，country、nation、state 这三个字全部翻译成汉字叫做什么？糟糕，你看就抽掉。啊，西方人看到这三个字完全清清楚楚。你台湾不是这三个字哦，都不是，都是一个 occupied territory， 是人家占领地。对哦，是人家占领地，你不要给民进党、国民党在那边讲说什么？国民党讲说他是以中国。就中国站在的立场来讲，是中国人，他是流亡到这边的流亡政府，没有错，他是属于中国，流亡到这一边嘛。刚才恁兄弟哦，你赶出去走去，哎，就不是恁兄弟哦，你搞骗骗去，好吧？刚才讲恁兄弟哦，你高雄赶走去台北啊，啊，在台北发展了个袂歹，啊，你迄个不是恁兄弟啊？赶快独立啊！同样逻辑很简单，那、啊、怎么台湾人都拢不袂清楚？好，就你记得哈 ，state、nation、country 都是国家。人家美国的负责台湾这个占领的相关官员已经跟你讲这么清楚了，啊，咱大家拢去学校受过教育，国中、大学，啊，是说，嘿，你买一个 Johnson 微积分来对的某一个专家跟你讲说，三角函数里面微分一定要照这样走，啊，那一样嘛，美国的专家跟你讲，啊，你这民进党都读社会系了，抱歉得罪社会系了，我不。否定社会领域，但是我否定台湾人去读社会系的人，因为他们在国中高中像这样脑部还没有开窍的时候就把你大学联考说、嗯、啊，那种三角函数都搞不懂啊，啊，三个 cos 天的 cot 天的，那天来天去，天是的天不开，天天的卖天啊，各位排列组合排来排去、嗯、所以怪不得后来买骆驼都 买不到，排列组合不会啊，干脆啊，阮兜要出一个好像阵的时代，无标一个大学生袂用你啊。好、哦，阿公阿妈，逐工都讲好，明啊，你数理袂晓吼，过去报，啊报无去报，快断考，就考30分，比马英九还糟糕，马英九考48分。啊，我大厝下要出一个大学生啊，迄种在讲厝下，我讲想讲嘛，台顶顶，迄个桌神桌上一定要有一个，啊无转到社会是背历史地理总会吧，历史地理，陇海铁路经过哪里啊？唐夏宜说华和尚背这袂晓，嗯，啊背文啊，考上台大，然后他到政大，啊海西的。基本上在台湾服务，这我们的领域都被他们霸占了。因为脑筋从小就没有开窍，所以三角函数搞不懂，所以他们蔡英文那边漂亮、哦、我不晓得故意不懂的。我以我自己推论，他们不懂。美国，哎，我们现在不要讲了。中华民国啊 ，ROC 嘛，还个一个台，Chinese 台北嘛，哈 ，Chinese 上面有人来讲过嘛，秘书长来讲过。过一个台湾，这三个是三角函数里面三个点呢，啊，搞不懂的，他们民进党搞不懂的。我三角函数有没有搞不懂？两位有没有学过三角函数？有嘛？你看，啊，你不要断掉，不要到时候像蔡英文一样，不会就靠养小猪的吸引来骗。你三角函数懂，你台湾这个地位你就很清楚了。哎呦，怎么搞不清楚？都是因为你看现在负责我们社会的政治、法律、会计的都读社会系的啊，啊，结果到最后人生过程当中，人家给他什么红包、给他钱，那就照着这样演就好了。他不会喊你，喊你不要讲从你那学三角形，你唔对，三角形是天人在等于零的时候是等啊，没办法微分嘛，哈，有没有？啊，同样啊，中华民国你怎么可以在台湾就地活好？不行啊，以战争化不行啊，还有占领者不能转移政权啊，不能转移主权一样啊，微积分里面也有讲啊，你天人微分什么时候才有意义啊？这个从小就训练你啊，都不会用啊，都不拿去考试啊。考的就好像问他种树都会很会写啊，种树啊，什么秋天种树啊，什么东西啊，叫他种都不会种。三角函数，你看这么前面这两位，这么未来的台湾的栋梁都已经写了嘞，
啊，蔡英文没有谁，李秀莲没有谁吗？陈水扁没有，就是因为没有谁了。为什么没有谁？逃避啊！国中、高中的时候跑去背历史地，要背了中国文化，所以脑筋里跟电脑里面装的是中国那套逻辑嘛，那个软体嘛，所以跑不出来啊。啊有啦，因为骗台湾人又光下有诶无诶，又用道貌岸然来掩饰，啊，这就台湾悲哀。啊，因你做歹代志，咱卖插诶，啊，咱家己。看，那卖看戏，做戏看看戏光嘛，咱起码观众要素质要看啊。啊，所以我先跟咱讲，恁邓董家看什么《意难忘》啊，什么什么亲家来烧酒啦，哇，烧酒到尾台湾拢个酒死了了。啊，无计较，你无计较，你拢通知去啊啦，无计较，你家训练讲，你都无去计较啦。中国人通知啥人通知人款啦，啊，有法你饭食就好啦，有工课就好啊。大家都讲啊，你四五年前你无感觉。啊，我买顾遐啦，我顾不到较重要，迄到尾啊，几下拢遐吐啊！讲你顶个五年前，你讲顾不到，你嘛顾好，顾到因某去走去，翁去走去，我讲你偌好顾。伊大环境都无好，毋是，我毋是讲经济环境无，人迄顶关都是迄两个党，迄两个党甲你弄安尼，啊你毋知，你拢做戏看，你就下较看戏讲。好，而且我都讲，一直强调回到脑，你我讲的脑嘛，真的是脑。啊，我讲迄个咱美国迄三个专家都安尼敢讲啊，啊你阿拜吼，免讲他个啥，就是说在台湾民政府有一个剑桥的李教授都拢安尼讲啊，人迄真的是真的剑桥才厉害。啊，恁这民进党恁会开什么自由时报迄记者？好，后来我在前几天知道一个台湾自由时报，我被批评了，一个里面竟然以前是读中文系的，啊、变成里面的总编辑。啊，你写文章叫你很信哦，写中国文化，但是问题华丽一塌糊涂。有吧？你们看《自由时报》里面社论，大概那个人，我一看他文章，我知道是谁。但是你们看不出来啊！你们脑筋没有就开窍说没有。你说《自由时报》每天很好，就扁土人。当那都蒋经国1989、1986年，嘿，美国逼的占领区要自由化、民主化嘛，所以蒋经国被逼的、啊。蒋经国，我台湾的傻子，我感谢蒋经国，就像中国人感谢邓小平。美国要是日本的欧洲不给他邓小平中国订单、哦、你邓小平你搞外国生能你外国创了什么深圳透气香港台商不进去你什么气都没有用、啊、台湾人都不要这些思考都是中国文说、啊、那些人、啊、那跟教我都说教人给你饭吃你感谢那些主人台湾变成这样的、啊、其实、啊、真的我们台湾、啊、如果真的发挥脑力、啊、你要夺诺贝尔奖大概都是台湾人、啊、你看日本人夺诺贝尔奖那么多、啊啊、台湾人怎么都没连选举也不要算了，连政策也不要讲，你比较啊啊！大刚，你7月、8月、9月开始发布诺贝尔奖，台湾那个要是损，那拢无台湾啦。啊，你目前那个台湾，你自己的身份地位都搞不清楚了，搞不清楚了，你有办法去夺诺贝尔奖？哎呀，脑筋很清楚嘞，啊，清楚不是要读数学系的，不是像那个李远哲读化学系，不用了。像刚才那两位三角函数以后就比李登辉强了啦，李登辉三角函数也搞不懂啊，啊，蔡英文更不用讲。不相信，秘书长应该问你。李登辉问蔡英文说：“嗯，啊，加入 WTO 那用台澎金马，有无？啊，明明你讲你一个国家，你怎么用台湾国和中华民国加入？啊，这两个都像这样，啊，你那用台澎金马什么独立关税？那也安尼，啊，咱台湾比较想要是什么观念？你有占领区嘛？占过渡期占领区要缴税，所以先用这个过渡期，干脆去做边港换了，就当换人一样啊。”没有名字了，挂一个牌子啊，像你们现在都017嘛，哦008嘛，啊咧过渡起来咧，哎、啊、更惶恐咧，蔡英文跟李登辉惶恐咧，啊李登辉讲我不是我的我，当然啦、啊，你当然不是我，三角函数搞不懂，但我不是，台湾人讲伊叫哲学，我不是我的，我是嘿是四家那是，您大家小家咧选我当总统，以为讲甲选总统出来就看甲变天啊，不过我唔是我啦，嘿我是家里人啊啦。啊，佫上无咧，讲啊，这哲学伤过悬咯。你顶回讲出拢也无讲好，拢啊，看照劈头安尼。迄个中国文化，看照劈头，他以为就是那种人最骗人。中国文化里面都是很胡像那个最骗人。吴伯雄那些人是长得富富太太的，中国人官威都是一样的。你西方人哪里有这样？你比尔盖茨啊，那三级都有，对吧？王永庆那三级都有，陈冠那三级都有，再去还佫抢张水去争球啊。好，啊，我拄讲的意思就是讲。李登辉讲我不是我的，过落来，台湾人听无，吼、哦，这盖国相，连咧咱台湾遮侪硕士博士毕业，嗯，啊这切个袂多来看来看，看来看啥，我不是我，我是不是我，
我把第一个四拿掉了，让大家都看见。我不是我了，我外甥，人家上课啊，你等下恁开门等，随家恁某啊，甲恁阿公，我不是我了。哇，一听啊，真欢喜。哇，今天一定要带我小刚去验血，到底你是谁？那上个华理以后，台湾华理又说我不是我的。好啊，但这边帮他解释更清楚了。更清楚了，这两个塞公阿前辈哈，还什么台湾之子、台湾之父，两个大概说，你顶个他是要从哪一关的？伊较很嫩个啦。啊，但这边就跟什么鸡公共款，他枪从哪一关？但这边公安那讲，到尾啊，迄个吼，我做不到也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有啊，有个讲我，到尾啊讲啊，要满足您较早上过去，因咧迄中正庙啊，改迄个大正寺钟，给掉下来，掉来掉去，啊，把个中华邮政改成啊，恁就满足啊，啊，怎么让我来管？一样，两个解释都要，我不是我，哈、哦，都我，跟我做不到就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你看后面的谁都做不到啊，李登也做不到嘛。啊，那台湾像在座年轻人，你想一想嘛，那个数学用三角函数给你四十五度、九十度给你，当你三角函数那些词就很容易弄出来，你为什么还是不会去弄呢？我不是我的，就是我不是你的总统啦。你算法这哈，不是台湾总统，是流氓政府的总统。我做能够流氓政府、中华民国效忠而已啊，我可能对你们台湾人效忠啦。你们台湾人是里面一大部分的1800万人，现在1800万是日本天皇战败国，到现在都是。另外400万人是蒋介石带过来的难民、政治难民，两千人加上其他国家新住民这边啊，这两族群构成现在台湾。你这两个俄罗斯结构要把它变成国家，构成国家的四个必要元素，五大事项，五人马上附送，有没有会？人民独立政府主权，人民我第一个把它否认掉，人民台湾哪来的人民？2300万不是俄罗斯，人民政府那是美国请过的流亡政府，不是我们台湾的政府。人民土地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不是你台湾2300万。刚才秘书长说您在国宾饭店，元宵节快到了，情人节快到了，你弄一个订房间嘛？哎，房间订个黑钢的恁的呀？你使用钱是你的啦，你保险套那天用完带走就不是你的了，拜托、哦，对吧？哈，啊，或者呢，主权，或者是外交了，主权这个台湾的主权是谁建立的？问你，啊，民进党说台湾有主权，我敢问台湾的主权谁建立？蔡英文说，你的户籍是李登辉先手上给你报的。构成国家，刚才跟数学一样，构成一个函数必须要的已经给你定义了。构成国家必要元素哦，必要、哦、不是充分哦，必要就是说要有必要这四个啊，充分的话说有这个四个，如果是充分的话，它只要存在就马上变成国家，数学函数。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数学很简单函数一定要写回去哦，真的。我像我每年过年都把我大学或是高中的数学函数拿出来看，一定要看你头脑才会清楚，不然你用骗了了，包括你投资股票就正手啊，用骗了了，你也不知道。啊，你的数学还是很清楚的。嘿，人民土地，记起啊，这个你们接下来参加那个考试，一点考试，这简单的，这连这个你都不屑的话，代表你真的不行。以后更大的任务，美国像金虎冲这样叫来，民政府这边可能一票人要带过去，你这样可能就立不了。美国可能就叫我这样一个主考官来问你啊，我不用问你什么，就问你这么简单。人民土地政府之前，你刚我讲，你现在从小到现在，你的人民在哪里？你说相信民政，土地在哪里？主权在哪里？政府在哪里？没有啊，这个是必要条件。还有一个充分条件 ，F 有没有？Y 等于 F 括号加 X 嘛 ，X 就刚才四个变数嘛 ，F 那个 F 是什么？那个 F 是什么 ？F 我们数学有些 Y 等于 F 括号起来 X 嘛，那个 X 的刚才是四个变项，那 F 呢？啊 ，Y 就是国家嘛，假设你要变成一个台湾国或是哪一个国家嘛 ，F 是什么？刚才有没有讲？你刚才讲到四个元素嘛，人民土地政府主权 X 嘛，那个是 X， 那 F 呢 ？F 是什么？就好像你生产线，你要生产这个电脑出来，你软体、硬体、零组件都有啊，都放在那边呢、啊。啊，你总要一个生产线把它生产出来吧？你没有生产线，那个东西有办法组成一个电脑吗？同样嘛，你国家四个元素，就好像电脑四个零组大部分零组件四个成分在那边呢、啊。啊，你要怎样变成电脑才可以让满足？一样道理嘛。那你要有一个生产程序啊。啊，台湾那边是。民进党跟你讲说，1996年我们那个阿辉杯啊，因为经过民主选举，所以我们台湾就变成一个国家这个商品出来啊，搞片面去啊，安尼算计的
都变成国家哈，阮家吼，每个月拢爱送去一届，讲啥人要煮饭，啊，但我着我煮饭，啊，阮家都变成国家，民主选举啊，我家里面哦，没有说哦，还不会像我们现在说，汇票那个什么用贿赂的选票，那我们更民主了。选举不是过程国家的充分，不是说做这个它就会产生那个。那我问你，我用个矛盾力。那个阿拉法特的中东的巴勒斯坦，因为里面的那个官员也是要经过民主选举啊，他是国家吗？还有那个达兰萨哈西藏流亡政府，精神领袖不改选，但是伊来对那个总理怎么也是要民主，因为对那个流亡的人民也是在那边很民主啊，他也发表政见也是选举啊。流亡政府，达兰萨哈西藏是不是国家？你有谁个数理的人不用谁法律就可以否定民进党了啦、啊、国民党不用去烦恼他是外来的病毒，就好像大家过完年时间不是都有感冒吗？感冒是外来的病毒跑到你体内，大概你人健康都会抵抗那个病毒，现在糟糕就是说他进去挤压我们里面善良细胞病变，就是民进党病变，会让我们断命的是民进党，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党，因为民进党是蒋经国胡扯出来要代替国民党，因为台湾人很多人不相信国民党啊，蒋经国用那这几千年这么庞大，那我要弄一个跟国民党完全敌对的，那一定都全部跑过来，有无？咱伫外口掠鱼啊，个吼，伊都唔过这个网啊哈，啊你就你另外弄一边网啊，底下甲这个打，你做生意也是一样啊，对方你要斗，你就该抢，啊就规定拢走过这边，你看咱台湾这边你看，安尼鱼啊网啊，你看。啊！你们大家过后悔啊！啊！民进党啊，摇香啊，打边弄，好好卡在，好啊！过一个台湾民政府，哦，这个真正对啊！这个台湾华理，起码有华理在里面啊！哦、啊，华理嘛，啊、民进党讲什么华理？没有华理，中国国民党没有讲什么，就讲中国的咽炎流产，咽炎流产是两位小朋友也会讲咽炎流产啊，讲华理啦，啊！我等下找不出来哈、啊，我说其实内底有这些资料哈，咱。我都电脑弄袂出來，拄仔咱接迄个讲迄个鲍威尔跟迄个韦德林，迄两个就是讲在政治领域对台湾这边是专业。鲍威尔是烈士，你们现在看到李广忠明郝柏村是参谋总长的，当过参谋总长，当过军人的，他不了解吗？韦德林是派美国派来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官的。就如同你们在公司行号一样啊，或是女人嫁给你，当然你是男人，她嫁给你，难道你是 gay 是嫁给你？那代表他是那个很专业的嘛，所以他讲出来就刚才 not nation, not state, not country。好，后面两个，刚才我讲到一个叫做那个佐利克，美国的副国务卿，他跟希拉里一样恰白白，那当中陈水扁在那边一边一狗，真的一个爸爸哎，有跟我讲台独代表战争。让我他这讲，让我讲清楚，台独代表战争，啊，咱台湾媒体都把它封锁掉。你看，我你无听的，迄个像领导董事长，你公司人，董事长一定开主管会拍桌子，你那个员工没有管理好，我就要连你一起开除。哎、啊，恁这个主管去遐开会，邓无跟恁讲，无讲个就，哎、啊，我今日要去开会啊，青菜，啊，你问死的。咱个台湾人安尼，红，伊就用个自由媒体。苹果日报、经济日报，跟是民进党一样合理啊！你讲啊，我看这条，我才知啊，台湾人的命运就是安尼死啊！好，佐利克代表战争，所以后来他不用跟你战争。我刚才就讲说，陈水扁先抓一关，啊，那李秀莲很聪明，都乖乖，啊，李登辉人乖乖，都唔敢讲话，你看不出来。啊，过后来刚下任的那个沙朗、希拉蕊更强硬，啊，他没有说发生战争，亚洲地区。美国三年前发表出要重回亚洲再平衡政策，再平衡就是世界大战以后没有解决的，欧洲已经解决了，好，欧洲都世界大战结束没有订立去那个条约，亚洲有，亚洲这个就依照哪一个条约？你们男女孩子结婚或到某家公司上班，是不是看结婚证书，还是讲那个契约聘任书嘛？哪里有不靠结婚证书的契约书，就看那个看什么？看情书，情书跟结婚证书的人会同一个名字吗？哎、欸，我拜托调查一下，你们举手一下，你们结婚证书上
的对方 对象的名字是你地方亲事的人，请举手。哦，有哈，那个很讶异了哈。哎，开罗先的就跟情书一样啊，还没在谈情说爱而已，还没战争还没有结束。我刚才说，假设同盟国战败呢，同盟，开罗先的跟着情书，男女孩子在让他追逐的时候写情书，哦，山盟海誓了哦，我嫁给你啊，帮你生12个孩子啊，你嫁给我，我一定买两栋房子给你，讲这些，哎，靠不要靠，靠对方老兵，别人技能的两边给，讲这拢好笑话。你看开罗先就是情书啦，啊，情书不能把它当拿来再供，不相信，像他不会发生问题了。我们在这没有棘手，你看，如果对方你的阿纳达现在拿出情书来供，哎，你当时情书写，阿里面他讲，我不跟你结婚，我怎么是跟别人，我结婚证书是这样，对不？啊，咱即马这个流亡政府哦，你看，伊拢无把结婚契约书拿出来看，拢叫拿情书。哇，开罗宣言是不是跟情书一样宣誓嘛？说啊，我们结婚以后一定要怎样怎样嘛？啊，那你用科学话说，假设如果是同盟国战败的话，你要怎么办？对吧？啊，这个是很好的。啊、所以你看，流亡政府马英九讲那些已经最后的国旗跳墙用那种方法，那个是不是他们为了？但是说现在整个最后要收摊了啦，所以用这些来缓和了。啊，包括金虎从这段时间前几天回来，那追国安会大概知道情形。六月份大概就知道状况了、哦、他们要发行中华卡嘛，中华卡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发行中华卡？为什么要发行中华卡？啊，台胞证不是好好的吗？大家去中国不是台胞证已经都很好用了？对，讲到重点了，讲到重点了。刚才我们讲不是用结婚吗？那个经过打打杀杀，两个男女结合在一起，那、啊、后来发现七年之痒还没到就离婚了，啊，离婚正常的一个大家庭上说啊，这个假设女孩子啦，对女孩子，女孩子要离婚，这媳妇要离婚，起码要给人家一个名分，回到她的娘家，对吧？回到娘家一个名分嘛，让她回去以后重新再来。好，假设我们是靠北来娶大人，拢也咧想嘛，哈，家族啊。啊，另外讲，伊也要离婚，啊，佫讲嫁一个钱房方便一顿嘛。现在离婚政府现在目前是。因中国跟美国政府已经商量了，第一个要给他民混，所以台胞证要 取消掉。台胞证，你台胞代表是哪个国家的包？代胞。我们现在讲到，我怎么这女孩子要离婚了，起码回去，我是你娘家的一份子嘛，所以是中华卡，我是中国人，我不是中国人，我说那些400万人啊，啊，阿公你讲，我这民混登啊，无登个更欺负，啊，所以爱有钱花嘛。所以去年那彭淮南上任以后，他本来是要下任的，后来又上任了。上任上来就马上一个任务，马上台币换人民币，直接不透过美金。好，你同他唱塞虾钱呐？对台湾这样人，赶快被照跟照，阿麦噶透过美金，你要透过美金，那台湾人警察给我管了了。这两个动作，你有没有去联想？这个不用解释，你只要刚才我逻辑就是，他这个是最上面有高层在运作。所以习近平去年为什么被奥巴马抓去要砍？讲私底下讲悄悄讲八个小时，要探讨这些。讲我迄阵人，迄是较早伫我台湾，唔，伫中国造出来一阵人，就是嫁出来查某囝。迄查某囝是无遵照父母的意思，去走去啊，甲人讲通缉私奔。啊，现在已经后悔了，回来了。啊，回来总要给他名分啊，毕竟是中国的子弟嘛，所以名分要给他。中华卡、台胞证取消掉。啊，邓中央啊，光光荣荣，你不能一个破破烂烂的68年。给他笨蛋过来，这打被你又给他笨蛋瞪在那边，所以让他衣锦荣香，人民币啊台币换人民币，哦，哎、啊、中国那边的兄弟也真聪明，啊你这人瞪啊六十八年，你台湾嘛搞不杀，瞪那个搞不，我四川在闹独立，湖南在闹独立，哈、啊，恁这在台湾写的有诶无诶，所以侬即马规定拢要给他关伫金门妈祖，较早因来台在侬关伫建村内底嘛，一样嘛，啊即马你莫笑金门妈祖，你去看我建设偌好，你知影？金门马祖无够用，过一个是平潭党台北的大概一倍还是0.5倍。啊，你要不要相信对比啊？我想要用对比，科学研究要对比。啊，那呢，同样一个政府，你的总经理在弄啊什么南里立陶都无去建设，白坑坑后悔了。也行吧，这两个小朋友。好，我今天教了那些很多，但最要是终归就是要脑内革命，脑内启发。好，啊，你也可以联想我这个哦，这对哦，金虎冲这么登啊，就是要发到这个。安全的部门了，
安全，就是说他们要结束，这查某囡仔被推到等被等回娘家哈，回安全回去了。所以伊就话，这查某囡仔你这个夫家家哈，无要甲你煮饭啊啦，无要甲你顾啊。你怎么讲吼？你总统那也无甲经济还好，啊，咱好统大统一，反正食到三十八年，食到肥肥肥。啊，你那迄咱王陈水扁甲李登辉，唔知影是讲吼有官头做都好啊。咱台湾人有官头做，拢唔愿意讲吼，顿都烧香拜拜。你看马英九人家会烧祖宗吗？不会嘛。他知道他就在这边，人家骗人家当总经理啊，中正过程那边欺骗两千万，说我们用选举的 啊选举任何世界都可以选举啊，我都不问到我选举啊，啊，不要把选举，因为那个是要骗你的选票，就骗你的订单嘛。如果咱啊公司来讲啊，你订单给我了，啊，到最后用什么 commission 啊？你看，那 commission 伊弄安尼，价格肥肥肥啊，好吧，哈。啊！啊！我时间啦，我要搞啊！我想看嘛，我搭一个阿妹讲的。你今仔电脑一次的新教室，我都从我的旧教室迄个方便。整个我搞他一个总复习，都、就是一个了。Y 好，恁这数学 Y 等于 F 嘛哈？括号起来 X 嘛，这个就代数。啊 ，Y 等于 F of X 嘛哈 ？Y 就是你准备要达到什么？包括你经营企业是一样，或是买乐透，像 Y 多多少？那你要投资 X 是一个成本的，是一些变数的一个控制。那经过一个 F 嘛，一个动作嘛，好，我复习吧。如果咱讲国家，讲解决台湾的问题，民进党来讲是要变成一个国家，伊来电 X 就是说要生产迄个国家迄个产品，伊的原料伊拢无，伊的备料拢无，伊人民土地政府拢唔是伊家己他发落的。伊都买空卖空，就讲话讲，迄就是咱人民，迄是咱土地，咱是国家，伊不甲骗骗。住喺国宾饭店，迄秘书长讲，住喺国宾饭店，不就代表国宾饭店弄你？哈，这个也记得哈。Y 等于 F， 这个很好用，这个是代数，你记起来，你都全部一样。你用在太空，在医学，用在投资股票，都一样，都离不开这些。啊，离不开，那你以后看说你掌握哪一个？啊，那是用在国家定义。那人家里面，我刚才已经把鲍威尔、班希拉蕊跟佐利克都请出来讲了嘛。来个跟民进党对抗，看哪一个？你相信民进党，就相信外边，就相信你们读维兼读物理学、热力学对生物学。你是相信台湾的那些中央研究院那一票人讲，还是相信欧美人家得诺贝尔奖那些人？台湾人，你现在要讲这个先怀疑，你台湾这些青年你会出来讲，包括你像政论节目那些人，真的他是真的懂那些出来讲吗？还是人家啊，你去抽嘛，会给你5000块，你上街混混的？啊，安就好啊，任务完成就好啊。好，所以连易难忘，亲戚卖计较，人也是安尼拍这个啊，经常跑到我山那边去拍啊，把我的植物弄死，我都追他们要钱。我那边拍就在骗我们台湾人，连我树都把我那边拍啊，那追坏人啊，就把我的树苗刚才那么漂亮被他走。我说你害我的事，又害台湾人，拍那个什么电影，拍那个什么易难忘，你台湾你自己都忘不了了，你还忘什么那个？好。那要用脑去解决台湾这个问题，在数学或是简单的那种代数 ，y 也是一样 ，y 等 f of x 嘛哈。我们以前不是在学微积分，不是学极大值 ，x 等于多少的 y 会极大值、极小值，或是要得到什么一样嘛。你刚才这个模式把它套在刚才国家的模式也是一样，哈，一样。你说里面变数哪一个你有吗？有没有？好，那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用管理。在座有没有学气管的？有没有跟我一样？我是管理科学的。气管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要定义？气管就是企业管理，所以它只是管理里面的，用在企业。太空也要管理啊，政治也要管理啊，医院也要管理，宗教也要管理啊。管理是解决，所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进步与否，除了脑以外，决定脑以外，脑刚才就要去做那个 F X 的分析嘛。还要管理，没有管理能力的地方一定都比人家落后。不管你有那种人才，有那个资源，或者是有那公司有那些人才，有那个薪水没有用，你没有管理。管理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这边管来管去，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是翻译成中文，我们好像讲到台湾独立就好像恶名化一样。管理它英文就叫 management， 管哈，我用了管理嘛，后面讲理都是物理什么什么理，理就是很正确的地方，管要很合乎嘛，物理要物质。那个物体放在某一个situation，那个很合乎道理。礼是一个礼，就像台湾的地位要礼嘛，华礼嘛。管想到管，你们想到什么？管制嘛哈，水管有没有？那救火队的管啊哈，救火队不是那个水管
包括水龙头管，它喷水出去，水可以乱喷吗？那个管子是不是流通那个水的资源？要喷车喷对地方的，包括水龙车也是一个管啊，那个管子也是一个，它里面流动的资源是管水水资源，啊，这个水资源是透过这个管子装在里面，你这个管理者要把这个管子控制好，喷到对的地方，你不要那边失火，你不会喷，把它喷到这边是淹水灾的地方。我台湾民政，不是那个民进党都是这样，就管理好，所以你用这个同样一个这个模式，你把它扩大。管制里面流通很多资源，你在气管里面不是那些什么财务管理、行销管理、资讯管理、人事管理，那些就跟水一样是资源，在这个放在这个管制里面，你一个总经理或是一个主管要把这个管制喷对地方，按放在对的地方，才会 把里面的企业经营好。所以管理的意思是这样。哦，管理不是讲我们现在读气管，所以 我很否定台湾的气管。哦，管理是刚才是要解决问题，管资源给你，比如说我们叫做经理人的管理，经理人人家上面董事会啊，总经理不董事长已经给你权力了 power 这个资源嘛，给你 人力了，给你电脑资讯，给你资金了，给你情报了，这些都叫做资源，你放在这个管子流通，那，啊，你这个人会不会把管子控制好？包括你像讲现在李旺政府中华民国的历任总统，他也是一个管理者啊，给他这些资源，他有没有管理好？像现在是最好的，你们的政府啊，你们政府是一个管理者，他拥有的管子啊，他没有把它处理好，那为什么处理不好？看你知道他上梁不正下梁歪嘛，这大架构就错掉，因为他们是李旺来这边的，是一个女人跟那一个男人结婚，或是一个男人跟女人结婚。假设我们男人，我们对男人那个刻板印象，男人是一个流亡汉、流浪汉，啊，不是，是逃亡汉，跑到你家，因为他太英俊了，啊，你跟他结婚，或是你没有跟他结婚，你就跟他同居，啊，小孩子什么都生出来。当你达到某一个年龄，你不会想到说我这个男人以前是逃亡过来，会吧？总会吧？总会吧？但是台湾人他故意要让你洗脑啊，你那人莫去乌黑。所以有分不起，没去公正治，所以用欧巴把你屠杀，让你那一代中间那一代都不敢把这种他因阿爸因阿公是逃亡过来，他不讲。咱好好读册，别硕士博士，哦，啊，佮无考因广告人员，那观众讲啊，讲吼，啊，无恁来考看卖啊，公务员不是一般的人。结果他女儿在半年后再从他们母国的最高大楼上来跳下来自杀，人名我袂讲。因为公务员享受的18%最基本的，其他的又好像我遇到一个今天遇到，他每个月领7-8万了，退休了。那钱是拢咱缴税的，那你饲因的咧。哎呀，那无所事事，啊，你讲你看到真正的工作有伟大，那些工作比我们大家坐在这边还轻松。他后来我说你这不行，你为什么？但是我心甘情愿，因为我们是战败国，我们是被人家占领的。我们身份自己要认同，我们是日本天皇战败被人家到现在没有出，我们的身份是在自己的家人上被人家新妇变成新妇啊，原来我们是日本皇帝的新妇啊嘛。好，你要皇帝还从黑奴啊，从灰色皇帝去欧洲还没关系远渡重洋，那不是的，我们是我们自己家里面从媳妇变成童养媳妇，啊，怎么侥幸？连童养媳妇变成婢女，啊，婢女那等于趁钱拢去饲你顶人啊！啊，所以顶人拢唔阿办，迄跟什么东南亚因要掠狗拢安那掠，真简单啊！免用什么东南亚、马来西亚是印度、印尼啊，也从你内底只狗，狗只从别人那边那掠，你用马给砍伊，反正你只叫去掠去。伊就甲迄个瓶颈的迄个罐啊，有瓶颈的罐啊，玻璃透明。来底甲藏两粒花生米，啊，藏你，像我种树啊，藏你啊，哦，我遐高山遮济，怎么台湾景气不好，大家搞个起袂起，拢个标标伫外遐去，啊，要来搞吼，我怎么我去搞搞，我怎么民工吼去放炮啊去惊啊，甲两粒花生米看，遐搞哦不多要，吼，伊安尼入袂入袂吧，内底空伊手空空个入袂，啊，伊内底两粒米啊捏着，拖袂出来，动物本能，伊拢放袂唔放，啊，你解解叫。我知道我跳上去抓，接近那个抓，
台湾人就是安尼，你看李登辉、陈水扁的，拢摕两个向了伊，记得你得求点唔帮。所以被制裁他们很简单，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权力。等到我有权力可以放两颗玉米下去哈，啊，饮料就需要了，大概造个无咯。所以咱即马就这边可能要培养迄个转型正义，因为德国有转型正义，那个落实很彻底。包括你基层公务员、老师那些重新来交代，不是要凌虐你，用来交代你当时在当老师、当公务员、基层公务员，到最后你知道在做什么？交代清清楚楚，就是让他们感觉啊，对，当时我曾经做这些，我现在交代清楚。啊，那不可能做，因为你往中华民国诶，民进党跟那个国民党因为同一个这个家园里面是不同的兄弟嘛。民进党也执政啊，该偏公被转型，哎，等几秒刚才跟你讲。我做不到就做不到，你嘛，那有可能？哎，美国总统是像圣经呢，左手按着是像什么的？前面一个那个谁嘛哈？台湾这个住在台湾的流亡政的总统是按着他们流亡黑俄罗斯这宪法，按着宪法宣誓的，他敢违背宪法？所以那个连政啊讲，陈水扁窃国，人人可有支持，有无？是这个道理啦。切国啊，切他们中华民国国啊！啊，你台湾唔知，那个拼入去，咱他妈脑入去，唔是脑内革命，讲体制内革命，搞个屁诶，搞屁！宪法你敢违背吗？哇，咱迄民进党讲，咱入去哇，恁只几个少年可能在网络上看，迄个台大、政大讲，唔啊，恁入去我叫他入去困地内底吼，脑内迄嘛体内革命，唔系不是体制内革命啊！你搞个屁啊！陈水扁拢来关革命，迄体制就是安尼，领导心讲嘛，你甲革命掉。地位讲吼，你是唔信道的人，好，我是讲今天落落等啊，没有配我电脑，其实我电脑很精彩，好，很精彩，因为今天我用这样讲哈，取代我们要管理嘛，解决问题嘛，好，没有那种人，我们就利用这样口述化，我网络上我随时我你看我今天带几个脑来了，你看，我一个脑，还有这边平板电脑，还有后面那个我们班主任那边还有一部我个人电脑，所以我已经带三个脑过来。啊、最主要是要跟诸位的脑沟通、当然希望大家都知道我用这个三个脑弄出去、如果里面有少部分的还是按那样跟以前在学校老师在上微积分的一样上小孩是排列组合一样在捣鼓、你就惨了、台湾民政府你对不起台湾民政府起码你今天被我点到了说我们的台湾人用欺负就是我们国中国中数理脑筋没有打开啦，所以才会人家把你讲说中华民国台湾跟像你台北你又搞不清楚啊靠这种你搞不清楚不要紧有钱就好钱好你就能搞清楚了、那惨了、我现在要给他提醒说脑啦你回去怎样脑、你说我怎么说找波要波要吃那个仙桃牌你要波吃病病给我现在脑没那波你去放空嘛安静啦、就是要你上在上厕所的时候就思考一下我今天讲这些，当然因为没有投影片的引导可能比较跳来跳去里面有几个那个 YouTube 那边我刚才说那个我种树还有另外就是第二个影片要用那个希巴拉就是美空云雀嘛大家有听过美空云雀唱过一个苹果追婚，苹果追婚那个大家都有听过苹果追婚那个描述刚才那个女人她本来是幸福家庭里面她有苹果园她妈妈黄昏的时候带她们前面看苹果花，他妈妈答应说：“苹果，你这个女孩要跟苹果一样，让你很漂亮、很幸福。”但是因为他们家战败，他爸爸妈妈被抓到东京，被审判，不知道死，他都不知道，他八岁都还不知道。结果他为了生存，住在他们的家人的苹果被人家占了，他只在那边变成下女，在那边采苹果度一生。他就唱那个《苹果追花追婚》就是这意思。那就是咱台湾人，目前咱台湾人就是这样呢。你知道吗？你们现在要上台湾。民政府这个华丽就是跟那个希巴拉唱的那个苹果追婚，那追婚不是咱这个台中车站的追婚，追婚就是一个临界点、分界点。本来是因他们家的苹果园，但是被战败以后，他的身份从新妇变成新妇啊，变成下女，悲惨。台湾人就是这样，台湾人现在就是这样，还不清醒。好啊，后来他妈妈就是有一个叫做一个美国一条圣歌《Made to Be》有没有？有一条《Made to Me》，好像什么恩唱的。我知道冰岛有一个女孩子唱了，就跟希巴拉的妈妈，她告诉她说：“你这个小孩以后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没有错，那个就是台湾面临问题。”后来美国
美国1996年为了测试台湾人是不是68年没有清醒，拍了一个电影叫做《楚门秀》《楚门的世界》，有没有？都没有。你们有没有看《楚门 World》？他台湾话叫《楚门的世界》，其实应该《杜鲁门的世界》，因为流亡政府怕台湾人知道杜鲁门对台湾是有帮助了，跟杜洛斯一样对台湾有帮助了。所以他把杜鲁门跟杜洛斯只要真正拿到名字，他说都把它弄掉，弄到楚门去。楚门大家以为意思那家楚门的印记啊。你看罗斯福跟哪一条麦克阿瑟，你看流亡政府感谢他们啊，没有这两个他们没办法到台湾，流亡到台湾。他、哦、弄一个罗斯福大道，还有一个麦帅大道，流亡政府弄的、啊、杜洛斯跟那个楚门、哦、他故意都让台湾不知道。你看就台湾他们流亡政府，他们就让台湾忘记以前的事，你就不会跟他计较，你就照着安排里面求光明、考试、念书、考公务员、结婚、生孩子、缴税啊，那都好啊，有吧？啊，后来台湾民政府出现，嘿，测试以后糟糕，台湾人李登辉那个李登辉弄一个民进党，糟糕了，方向错掉，就美国吓一跳了，这样下来台湾人会完蛋了，会给了美国制造很大的问题，所以他经过思考以后，后来再培养一个台湾民政府出来，就是站在华里，以华里。就回到杜鲁门的世界，不是楚门的世界啊。楚门你以为说演戏那个楚门，你回去把那一片重新来，它其实里面整个剧情就在描述一个美国的社会的 中产阶级从安呢，从医院里面 被他妈妈抛弃以后被领回来，被一个大卡一个电视台把引了，有目的要利用他公开他一辈子的生活给全世界人看，所以说很多人都去看，白人都去看了，所以赞助厂商一点就赚很多钱、啊、他的生活他那个楚门的一生就跟美国人 中产世界那个人一样奋斗成功。但是后来过程上他自己智慧开窍，就刚才我讲脑部要开窍，台湾人就他发现不对，都是人家安排，后来去求证去冒险，发现结果那个公司电视公司、啊、不你留下来继续让我给你地位的，他说 No，把他 fuck you， 啊，一个追求他的真相。好，这个在表示什么？结果美国用这个测试台湾人不行，疯狂民进党，结果嘛，到现在都进入黄泉拔不出来，走不出去，还有台湾民政府出来。好，那我今天整个 end 就到这边，那要更精彩了，网络上有，或是你直接在网络上跟我对战，会讲的让你会，好、哦、那些都拍的呱呱叫。好吧，那我今天就到此结束。各位同心下课休困十分钟，各位同心下课休息10分钟，谢谢。